喂，你好，是019。喂，你们这里能老师吗？你这边怎么了？可以吗？你这边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你跟我讲一讲。没事。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？你方便和我说一下吗？喂。我在五洲广场。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你在五洲广场的什么位置啊？你周围有什么建筑物吗？有球场。有球场是吧？你在那里不要动，我要马上过去。